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直播现场。刚才为您转播的是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序曲《珠江巡游》，稍后我们将在广州海心沙岛为您现场直播开幕式的仪式和文艺演出的盛况。夜色下的广州，华灯初上，交相辉映，璀璨耀眼的灯火闪亮了一座城市最清澈的眼眸。夜色下的广州，楼宇林立，相互映衬，高高耸立的楼群绚烂了一座城市最自豪的表情。夜色下的广州，珠水如镜，穿城而过，奔流入海的江水打开了一座城市最包容的胸怀。夜色下的广州，大桥跨江，沟通两岸，坚实稳重的桥身挺拔了一座城市最坚硬的脊梁。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从今晚开始，欢腾的广州将向亚洲人民献上一场激情盛会。这是一个值得珍藏的时刻，从现在开始，发展的中国要把和谐亚洲的讯息向世界传递。此时的海心沙岛盛满了欢乐与祥和，再过一会儿，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将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上实现团聚，共叙友谊。此时的中华大地承载了激情与梦想，未来的16天里，亚运健儿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拼搏努力，同创奇迹和辉煌。2010，广州欢迎你。2010，中国欢迎你。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和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等中外贵宾入场。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arrival of His Excellency Wen Jiabao,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is Highness Sheikh Ahmed Al-Fahad Al-Sabah, President of the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请坐。Please be seate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帆艇徐徐升起，整个海心沙岛就像一艘巨轮，带着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向往扬帆起航。广州已经做好准备，向世界展示一个魅力无限的广州，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先生们，请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请坐。Please be seated. 女士们、先生们，请欣赏开幕式文艺表演《启航》。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enjoy the opening ceremony performance, Sailing.水是生命的依托，它与人类文明素有难以割舍的情缘。今晚我们将围绕水为您讲述中国故事，诠释东方神韵。此刻一个小男孩乘一片晶莹的芭蕉叶御风而来，他手里捧着一座玲珑剔透的水晶五羊。五羊雕塑是广州市的城徽，五羊显骨的传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羊城、穗城两个动听的名字，也为这座繁华都市赋予了奇幻色彩和浪漫气息。水晶五羊里盛满了清水，它来自广州。